由中国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先生担纲总导演，著名学者于丹及连海参与创作的大型实景演出《鼎盛王朝康熙大典》，是史上第一部演绎帝王传奇经历倾力打造的全球最大投资、最大规模的首部以皇家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实景演出。序幕，逐鹿。浩荡的皇家围猎开启了承德避暑山庄的历史。康熙亲政后领悟到天下如鹿，非武力即可征服，一代明君胸怀天下，以御仁政治国，缔造盛世兴邦的宏图伟略。第一幕，天问。杏叶飘飞，彩蝶漫天，青之鹿如何不失，描述了少年康熙努力学习汉民族文化，研修儒道，修身治世之学，思绪跨越千年，与先哲对话，领悟到须直如道之边，方可兴国安邦的真理。第二幕，天籁。谁读懂了江山之美，才有美的江山，描述了康熙在六下江南的山水意境中所生发的人生之梦。接天莲叶，映日荷花，是中国美学最典雅的诗篇。一片诗画的世界在青年君王的梦中萦绕，悠然天籁，意境江南。第三幕，天命。星汉灿烂，天命自然，反映了康熙尊重崇尚天道义理，夜观星象，阅尽古今，探寻天命之奥秘，思索天理与治国间的密切关联，参悟一代君主对天下苍生所负有的在肩重任。第四幕，天下。天下九州归为大统，康熙王朝走向鼎盛，概括总结康熙一生的丰功伟绩。他在思想哲学、自然科学、治国策略等各方面的建树，为今天华夏版图的确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。康熙引领中华各民族走上盛世之路，用文化的融合缔造了和谐、亲善、天下大同的伟业。